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示范一个是 AMS 级别的粉底，它好用啦，越用越靓的肌肤好少，市面上我找不到一支可以令到你肌肤是会有收细毛孔同埋可以改善细纹的粉底，它简直是二合一粉底，它有防晒啦，跟住又可以护肤啦，又可以令你的肌肤呢好像自己生了一层很漂亮的肌肤一样，不是那么多人觉得你化了妆，但是又觉得你肌肤很光很 glow， 而且很贴面，一定不会浮粉的。那这个呢就是 La Pure 这个粉底啦，那我们有新色就是 Ivory 的，那它会再白一点而且再 glow 一点。那之前我们冇收過一個話用完會爆瘡啦，用完會暗啞啦，或者用完之後咧係會令肌膚咧毛孔塞咗毛，同埋咧暗瘡肌膚都用得㗎，夏天都用得㗎。咁首先我哋用咗 La Pure 呢個橙花花水咧，係做一個咧抗氧化同埋啊好舒服啊個味道，你會係覺得有少少凍感添啊，有少少 freezing， 好似毛孔咧係有少少冰冰涼涼嘅感覺。跟住一定要用呢一個 primer， 咁 Sephora 呢個 primer 好好，因為香港太濃，又要戴埋個口罩喎。咁我覺得呢一個 primer 可以令到你肌膚咧係好得意㗎，你會覺得滑咗好多㗎。同埋如果你唔小心不幸有啲粗大嘅毛孔咧，佢可以幫你撫平嘅，好似咧。同埋你最好咧就啪啪地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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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你上個妝會好唔同，同埋眼紋呢啲地方咧，紋重嘅地方都係嗰啲位咧，都係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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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喺手度咧，佢係比較水啲，同埋咧佢係補水重好多，咁所以我會揀一個呢個 primer 大家要用嘅。咁之後咧，大概全面咧，我會四噴啦。記住用嘅時候搖一搖佢。或者夏天其實都 OK 的，四噴大概呢個份量度啦，你會見到佢會有少少油份，係正常的，你可以咧將佢撈勻佢咧就可以上面噶啦，嘿，佢好快隱形噶啦，簡直一個隱形粉底啊，係啦，咁就可以用 pop 上，其實我平時係唔會有咁 elegant。係用手上嘅，今日示範翻用手上啦，都係。其實手霜有一個好處的，它有個溫度在這裡，大家用的時候可以有個按壓，還有它不會好像一般的粉底用到肌膚又黃又黑啦，又中毒啦，或者是中了重金屬，是啦，最好很簡單一個 step 就是加一個碎粉，碎粉我會選擇實科這個碎粉的，在眼這個位置貼貼地比較服的，之後可以上掃或者是用 pop， 印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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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掂。咦，今日條眉好似順色咗喎，可以加翻少少眉毛先。下個禮拜我會有個飄眉嘅介紹啊。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啦，咁就會去我朋友咧，佢開咗唔係開，咁佢係做漂眉噶，咁我哋會同大家分享翻 before and after 好嘛？好啦，有翻糖味啦，耶、yeah! ！好啦，希望大家中意今日呢一個好清爽同埋呢一個咧。AMS 呢個粉底大家真係唔好錯過啊 ！Ivory 同埋呢個 light color 我自己都好中意，有時睇翻情況啦，可能夜晚嘅時候我想再光啲咧就用 light， 可能日頭咧想自然嘅色我就用翻呢一個咧深色少少 light， 呢個夜晚係用 Ivory 嘅。好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